这个房子有三个卧室，一个洗衣房，它这也有三个储藏室，它这也有一个新地毯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825一夜。你疯了，便宜点。那800一元呢？好吧，我现在的房子比这个的好。 二和三一，我是一和一个半和二卫生间是忘记车库，所以我不要买你的房子。